天真，你怎么，啊，来接欣欣吃小龙虾呀？对，你呢？我来拿点泽家的东西。拿好了吗？嗯，快进去吧，不然小丫头坐起来要人命。天真，离楚子安远点，他不一定是什么好人。我有数。夫人，我来接欣欣。顾城，这让你费心了，你也别总听他的。这四年呀，多亏你帮我看着欣欣。应该的。麻辣蒜香十三香，我不管了，我都要。小龙虾，我来了。大成哥，你赶紧的，来不及了。嗯，妈，我先走了。我们先走了，夫人。快点，走了，走了。动作还挺快、对不起，好久没来看你了。我们要从哪儿挖呢？需要一个坐标。这样吧，嗯，我们背对大树，往前走五步。怎么样？恭喜楚先生竞标成功，方案采用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是不是该给他点提示了？来，开门。哦，926926。今天啊，让你尝一下我秘制油爆虾的魅力。知道啦，为了等你这顿大餐，早饭都没吃。26啊，确实不是。那不会是你前女友的生日吧？你猜。有本事你就憋着。哎，你看，九宫格拼音输入926926，就是妍妍。别人都叫我小珍。我不是别人。是你的。
想，也许我真的该放下你了。在楼下停车场送来。没伤到要害，多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哦，他现在还不能喝水，你就用这个棉签往他的嘴唇上面沾点水。好，谢谢。不是的，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刀？喂，你好，我想做基因检测，需要什么东西？当枯萎的花不再说话，当时间都